近日，有网友惊讶地发现，原来大明星过生日也和普通人一样，只买300块钱的蛋糕。在女演员柳岩的动态里，网友们惊讶地看到，大名鼎鼎的柳岩过生日竟然不出门，因为不想铺张浪费，所以她并没有刻意布置现场，就连身上穿的衣服都是最简单的家居服。唯一与众不同的是，柳岩的面前摆了两个精致的蛋糕，一个是精美的翻糖蛋糕，一个是简单的王冠蛋糕。前者的价格比较昂贵，后者的蛋糕则很接地气，打完折仅仅只要300块。网友们看到这一幕后，纷纷称赞柳岩太低调。还有网友质疑柳岩真的不在饭店里面办生日 party 吗？仔细观察照片上的柳岩，41岁的她，即使素颜出镜，气质也很出众。皮肤白皙的她套着最简单的睡衣，反而少女感十足，一点也看不出真实年龄。柳岩生日当天，她的家里聚集了一群人为她庆生，尤其是好姐妹何洁，两人嘟着嘴拍了一大堆合照，感情好到令人羡慕。昔日的柳岩经常被人质疑是一个空有好皮囊的花瓶，如今的她靠着自己的才华，一步一步在娱乐圈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。由此可见，她确实是一个能吃苦的大才女。